游戏的冰凉日来一阵神仙人从天的旅行。庙里铜锣是点心的客家铜法故乡。韩国客家富服务的西方的因来到的富古怀旧的客家体验。从古到今，相传台湾清代的龙马出自庙里，姜太公客家体验就被提压在龙马的布梯。是国家的赏花游猎的好地方。来到夜尾赏花，同时做着点灯祈福，客家欢乐添彩喜，四季都做着保平安。姜太公自私进驻客家体验，是爱体验的保体服务心中。其是一撮客家典型的服务物，由客家古典老现代美好共有特色。一行下落去，望风棍放在宁夏的紫袍位上上去，我爱着吃到冻酥梨泥。明浩，隔壁老其他姜妹冇买姜姜哦，伊黑白黑干颜色还有当地的风气。错啊，韩国韩国难得嘅系哦，姜太公带两种生命，落底啊两千步梯，你头份祈福来呀、啊。客家体验金风的神，包括了主神姜太公、三清土主、王太贤、八贤、千里眼、孙凤仪、太子爷亚德神齐琼哈，还有密族妈祖婆，都做得祈福保佑平安顺喜。清崇有个系姜太公比到弘扬土家祭祀的精神。亲身带领全台湾唯一的生命上首师傅神尊进驻夜尾，为台湾祈福。本民众做了针对七间元神师傅神心敬拜，祈求平安。除了生命上首师傅神以外，听讲姜太公会扮演牵引人心的角色呢。错啊，不少单身的朋友来到一片做了求好姻缘，跟男女朋友来到一片哈，做了求好姻缘哦。来呀、啊！今年韩 TV 邀请到有历史的叶罗神君来夜尾，期盼叶罗点演演仪式，扮演天凤仙从演员的角色，文山男星五都做得求到好演员。夜到落幕落动时，做得 TV 到客家显明韩国的神秘角色，替客家体验渡航，保存珍贵的客家历史文化。对呀，做得认识客家人丰富的神怀智慧，想起头摆神怀的情怀。客家人对传统的手体现饮水思念不忘本的精神，就像龙泉的泉水经过几百年不是糟蹋，龙泉的水甘甜好喝，但不会脱水不会清，本地下的本地人的后人山脉不会再走。行出太远，还有一座260年历史的白宫，底下只有彩纳佛。姜太公底下各种神七十个龙脉风水宝体，提供的唯一的王太贤龙神殿，你心中开运，祈求事事吉祥如意。想要求财嘛，在顺时中点点财库第三天，诚心祈求神龙太帝开天窗。文武财神开天库，同时提在弘扬对爱神财施杂事，求做的心想事成，财运太开哦。思思啊，反正你祈福过后，还没吃到全身都充满正能量啊。有呢，韩国刚正经的爱吃到来到亚比，都吃到回给人的心面都比以前还有以后哎。做个唔看，一边的风景暗号系个亮梦呢。嗯，很爽爽哦。因为当年都会新五一间贵山的人那也都会同发开到闹闹。贵路会有本人想不到暗讲的莲花池、牛毛山、满满的葡萄、各种神奇的人工的，还有保育类动物、山脉的，做得讲大家地方都会打卡点。
除了寻送米景，还做了香酥米食。印度行还提供的铜发板包，包装当中色香味都好，切得不本游客吃到当真。你看，看米景的世界，还做了食米食，当真好。真劲，韩国一个油铜发板包，看起来真劲很澎湃哟、哦，神么么被当起呢。老师了，老师。来到赞苏奇谢坤，杜康马油洞都禁止等颜色的纪念品，做得带台湾有特色的电路，本钱平好油哦。沿起地背有一条古色古香的街路，有浓浓的艺术风情，翕相当都好，一种天日本怀旧的风味的感觉哦。来到夜边，唔但请做得气氛纳彩，身心充满了能量，还做得体验客家风情，欣赏美景，品尝美食，真件系舒服多多。姜太公中部道场客家大院，竭诚邀请您来祈福纳财，享受桐花的浪漫。姜太公中部道场，竭诚欢迎你。姜太公总铺土场客家泰烟。